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这么帅的老大。横射杜月笙。此番风度，正好比的风起兮云飞扬。这就叫觉悟。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，就因为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，就被你们给抓到这儿来，还有王法？懂了，将军。还有法律吗？嗯，你他妈的不认识我？你回来，你回来！你不要来这套恐吓讹诈。难道你会叫人打我吗？你扎我的车胎，你暗害我不成吗？那他的境界可不怎么高啊！滚！有种！还有谁？我什么人呢？我就是一小老百姓。